九月古都北京秋装淡抹，九月文化东城五花盛开，一场亮闪耀炫的体坛盛会，中国北京国际体育舞蹈公开赛拉开帷幕。各国选手如约而至，携着舞的浪漫与激情，共展世界体育中心城市北京的旋律与风采。炫舞北京文化东城，顶级赛事，顶级选手，特别礼遇，特别关注，北京品牌，东城名片，一并凸显。中国北京国际体育舞蹈公开赛是由世界体育舞蹈联合会、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、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、北京市体育局、北京市体育总会、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，北京市东城区体育局、北京市健美操体育舞蹈协会、北京东方文化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、北京市地坛体育馆承办，社会各界鼎力协办的一次具有世界最高级别的单项体育赛事。体育舞蹈是体育与艺术的完美结合，其中标准舞的浪漫、拉丁舞的激情、表演舞的独特魅力，都给观众带来激情澎湃的视觉盛宴。来自世界排名前25位的十队选手和国内众多武林高手参赛，可谓大牌云集，群星璀璨，顶级选手，顶级赛事的荟萃，地坛体育馆众目的期待。北京欢迎你，东城欢迎你，世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队选手、近百名国际体育组织官员、裁判员和国家体育总局、北京市政府领导以及相关人士莅临东城。盛大的开幕式、亮丽的颁奖仪式和大赛的唯一场地——北京市地坛体育馆，世界顶级舞蹈比赛的专用地板、灯光音响配置和北京特色与国际元素相结合的赛场景观设计，都凝聚着承办方的匠心和特别礼遇的高端。特别关注，届时中央和北京电视媒体、主流平面媒体以及网络媒体全程报道或实况转播，国际品牌赛事的宣传力度空前。北京古老与现代的交融，国际化大都市的魅力与日俱增，东城现代与古老的交融，首都文化中心区、世界城市窗口区的打造如火如荼。曾亲临首届赛事的世界体育舞蹈联合会主席卡洛斯表示，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赛事，有非常好的赛事保障和服务，我们将会把更多的赛事带到这里。来了，满怀世界舞者的激情，来了，笑迎北京中秋的团圆。北京的品牌，东城的名片，熠熠生辉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，将捧起北京，打造国际化体育中心城市的又一尊金杯。这是北京迄今为止举办的最高水平的国际体育赛事，也是我们着力打造的一项国际品牌大众体育赛事。作为东城区的一张名片，它将成为展现国际体育舞蹈顶级水平、拓宽文化交流、增进国际友谊、激发艺术激情的盛会。热情的东城区人民欢迎你，欢迎你，我的朋友，欢迎你，我的朋友。北京欢迎你，东城欢迎你。